你是不是想说土二咱们四人组啊？对呀、啊，你要不让我牵着马？土二背背我，走，拿着我的龙角。 伸出你的手，哎，我去！哎，我去！大哥，放我下！这马为师不做也罢，就是这儿了。哇，师傅，前面有一个邀请，倡议邀请。喂，哎呀！ 好了，控制一下你季节啊！好的。哎呦，紫霞仙子，紫霞仙子怎么牵着黄景瑜来了？我们不是一个品种好吗？你的脚呢，牛魔王？什么脚啊？我被爱情磨平了，已经。这是我们的神仙眷侣啊！神仙眷侣，我真服了。亮哥，你怎么了，亮哥？ 亮哥，你怎么变黑色了？不要老闹了啦，人家是沙宝亮。大师兄呢？所以为什么这个臭猴子给我们写信，他自己不在呢？徒弟不来啊，对于我们这个组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欢迎大家来到素有中国核桃之乡和昆仑第一城美誉的叶城县，我是此次试炼的助力官大白金星。 今天你们需要穿越于500年之间，完成试炼，替他做出决定是否要成佛。在你们八位之中，有希望他成佛的分身，也有希望他坚守自我的真身。每次试炼结束后，获胜的人可以检查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身份。那都不是本人啊！小明哥已经不是小明哥了，今天完全是换了一个人感觉。 我是303，其实我很认真的想跟大家说一句实话，我就是那个真身。就是我当时就是，我当时就，我怎么出来了？先验一验，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呢。各位请注意，你们即将前往2024年的杏花村，那里是孙悟空在取得真经之前参悟世事的地方，你们将获得关于你们身份的线索。 前面怎么还有跳舞、唱歌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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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特色的食物是馕和羊肉串。啊！师傅饿了，师傅饿了。你们需要通过一关吃与不吃的试炼，才能获得验证身份的机会。你们需要抽签选出两位不爱吃小妖，其余人为爱吃小妖。天黑闭眼后，爱吃小妖必须进食，不爱吃小妖不能进食。爱吃小妖若成功找出所有不爱吃小妖，则每个爱吃小妖可记一分，反之每个不爱吃小妖记两分，积分最高的两位可进山洞里验证身份。嗯，我羊水。哇，这些食物都是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邺城美食，请大家尽情享用。收一下，请按顺序上来抽签，红签是不爱吃小妖。来呀，抽。哎呦喂，牛魔王这么沉呀！哎呦我天！跷跷板啊！就这根了。行吧，无所谓了。哎呦喂！现在大家都在关心的串，没有人在关心那个。哎呦喂，怎么样？
我在五点二十睡觉，十三点十四准时起。干啥啊他？他想吃，然后抽到了不能吃，所以他想换。盲凑街头黄金鱼，我知道了一些秘密。在后面的游戏中，我会告诉大家。都知道自己身份了，请上我们第一轮的菜品。新疆的特产馕。啊！嗨，提起新疆美食，绕不开的就是馕，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是一种集美味、营养和文化于一体的美食。叶城的馕添加了叶城特色的薄皮核桃，口感更加香甜。来吧，来吧。天黑，请闭眼。不能吃的，请睁眼，互相确认身份。请闭眼，大老师请睁眼，大老师请吃东西。大老师你在吃吗？大老师这声音够响吗？给我们发个声音听一下，咀嚼一下，唱一首歌，唱一首歌。你离你太远了，感觉是真的在吃。大老师请闭眼，一凡请睁眼。一凡说说话呗，在啊。你吃一下说一下。为什么吃一下说一下？好笑。那你就是狼。我不是啊。哎，感觉有东西。好，小贾请睁眼。是让他说一下话呀。大哥，你能？大家有音清。哎呀，好假，这个有点假。有点假。没有馕的味道啊！再说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在吃东西。好假！我在吃东西。你要不要再刻意一点？演技派不是这样子的，好吗？好假啊，小贾。无语住了。小严，请睁眼。小严，什么味道的？你闻到了吗？嘿嘿，那个味道了。多说两句。一二三四五六七，有点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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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锦鱼请睁眼。不用听了，他肯定是。锦鱼绝对是狼，不用想。我看他怎么演，待会儿。这么脆吗？吃的是馕吗？我哥是狼，哥是狼。你知道我哥？你吃的是啥呀？在笑什么呀？吃的那个噗噗噗的，是吧？我感觉我经历了一阵风沙，我耳朵里边全是沙子。哎呦我天！好，吃好请闭眼。小明哥请用餐。带了个馕。说个话，哥，我在吃东西呢，说啥话呀？你喷点沙子来听听。哎呦我天，真的，小明哥是真的。小明哥请闭眼，俊俊请睁眼。哎呀，这馕真香呀，掰一块。你这演技也够差的。哎呀，哪有这个自己先说出来的，真的是。哎呀，不是，我吃给你们看行不行啊？听着啊，不行，除非你给亮亮哥喷一个，喷你一下。啊，好了，我闭眼了。既然龚俊他喷一喷，我不让你喷，那我只能喷所有。哎，你这是喷的吗？还要我喷一下吗？不要了，不要了，来，天亮了。他从哪儿喷的？从那边。他喷过去了，真假的？这么厉害？对，我头发上都是。等一下，我觉得亮亮哥那个喷是假的，亮亮哥是真的。我没有。
它攥碎了，这么着扔是不是？对，咋跟那个喷的结果是差不多的。行了，那你要这么说呢，我告诉你一个细节，然后你们就别乱投了。我喷那一下，是不是声音跟嘴，噗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老师跟小明哥肯定是，然后嘴巴上都有那个残渣。不是，等一下，如果吃过的，是不是肯定嘴巴上有面包渣？哎，他有面包渣。哎呦喂！干什么了啦？我不能起来呀、啊！哦，对不起，我 sorry， 我是个装啊 ，I'm sorry。我觉得我左右各有一个，但是这边暂定亮亮。为什么是我？我知道了，他看到了一根只剩一根红的了，说明一个红的被人拿走了。所以这边我觉得是亮亮，这边我看看你了，你张嘴，可真够埋汰的。我看你了。多冒昧呀、啊！你看他们，我先为我自己洗清一下，为什么就是我的嘴巴那么干净呢？还是稍微在意了一下形象。哦，所以你那个吊带是用来擦嘴用的，是不是？那个吊带是，赶紧补妆，在那一瞬间补了。哇，要不说女生还是厉害。不是一凡，我重点来讲一下我左右两边的事情，因为我在他们俩中间我比较了解，因为我在中间我就问他们了。这男孩挺想吃这个妆，好干啊。这男孩挺好吃的，不然再吃一个。我刚吃完了之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哎，这男孩挺好吃的。”我就很自然的问嘛。然后一凡就跟我很自然的说：“他说就是太干了，想喝水。”但是他的回答很自然。但我同样的话跟小严说的时候，小严就回答的非常的不自然，略微停顿思考之后就说：“哦，那再吃一个吧之类的。”反正就是他那个回答不自然，小严几率比较大。我真不是，等一下，不是，就是你，就是一个严浩翔，一个亮亮哥。就是你，你干嘛呢？我，你学我妲己那样的。一个你，一个亮亮哥，就是一个严浩翔，一个亮亮哥。小严，可能是小严。小严，不是，为什么就不能是龚俊哥？不是，我开场前我就闻了这囊，我也闻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这囊真香呢？哥，你替我解释一下，哥。我闻一下。别闻了！哎呀，师傅你真香啊，咬一口！哎，小严都慌成这样子了，那就是我，我帮狼女孩，就是我。三、二、一，哎，对。哎，你这有点跟票的嫌疑啊！你太假了啊！我以为闭上眼睛一个一个人这么投呢。从头先一起投他好不好？好，一起来。好假！重新来一起，来演来，三，你听我说，听我留我一下，我肯定不是假的，留我一下，就一下，下去说，三二一，投票。八号，我要是我就跪下。亮哥，留一言，这样啊，你们都没有人，每个人有思想，一句什么话？啊，没事，咱们先把亮亮投下去，然后啊，说说行，为什么行？行在哪儿了？亮亮，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就是说你知道人呀，要学的是闭嘴，因为你太多话了，我们都已经投四了，没问题，大老师，我可真听你，这把先别投我，饶我一命。他都投完了，我们这边全摁的四，你非说张嘴。哎呦，又倒了，这个真对不起啊，真对不起，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容易倒？对不起。等我最后就发言一下子，真相出现的时候，你们就会为自己的愚蠢、愚昧、无知、轻浮买单。来宣布身份，两位都是爱吃小妖，游戏继续。下一轮，闭眼。黄景瑜，你睁眼。来吃。吃。吃一个，景瑜哥，你吃了吗？我吃了。小贾，睁眼。好吃吗？这个很真哦，这个很像。仙子先睁眼。
哦，这挺真的。嗯，说话。说话了。好。小明哥睁眼。小明哥嘴里没东西。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我嘴里没东西？我听出来的。你用手掰的吧？刚才。对，用手这样搓的。我感受到了。我听你打个字。你怎么可能嘴巴里没东西？好假啊！ OK， 了解了解了解。打回天龙，大老师。你是拿牙刮的吗？都听不见。你说一会儿吧。嗯，你放口慢。听着啊，在哪儿呢？你走开，这也像假的。不是他在那儿捣乱，这也像假的，好吗？听着，你真的有点过分了啊！听到吗？听到了，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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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后边也是这样子呀。天亮，请睁眼。我刚才真的吃了，凭什么说我没吃？我只是咬的小口而已。我刚才真的吃了，有点眉目了。我感觉大老师没吃啊。大老师那牙刮的声音。哎，你们现在这个吃法就有点假不假式了。我们这是在误导我们。我们怎么真的饿了，哥？不，你现在这样不就是诚心误导我们？那就是小明哥了。先确定号码哈，一二三四五六，三二一，投票，五号。大老师和小明哥是淘汰了。游戏结束，准备杀串。接下来第二轮有三个不爱吃小妖，公平起见，串要到旁边去吃。这次从亮哥开始抽签，大老师最后。哦，太好了，我最后一个如果还是狼，我那就该着了。别的我不说啊，各位。不是，你话别那么多。来吧，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确认。亮哥先去吃。要吃多好呀，你这是饿死鬼。我要听英文歌，小明哥。完我完全好吃。这是真的。我觉得很假。哥哥们我吃了。唱个歌。这挺真的。很假，这肉怎么能塞那么满，不可能。那你再说说话。等一下我咽一下。他这个挺真的。这个多假，哪能塞这么满，吃羊肉串。这是真的呀。你怎么听谁都是真的呢？龚俊太善良了吧。龚俊哥听谁都是真的，锦鱼哥听谁都是假的。哦，他配合好，配合好了。大老师，我想听阳光彩虹小白马。假的。这好假呀。这还假呀。好了，你回来吧。所有人请睁眼。我刚听这个感觉都像假的唱歌。就这俩了，赶紧的投了吧。别老闹了，一共仨狼，万一咱又整错了。那咱把亮哥先投出去吧。亮哥 see you never。 我也觉得是他。我是八，我先说我是八。我是八。三二一。完了，玩吧你们。还有两批不爱吃小妖，还有两个狼，出去了一个狼。不是，我看一下票型，刚才投谁了？一，
你投八，你投五，你为啥投个六啊？我就觉得有点可疑。我们要这么盘，如果大老师是狼的话，我觉得他投一凡特别奇怪，因为一般人不会投一凡，我觉得。我是一般人吧，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在保自己的队友。我觉得你是好人。嗯。公俊以后上社会上小心点。你这个狼别误导我。我不好说。为什么不好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真的，小贾也像是真的。小明哥的嘴太干净了。行政员。投吧，我知道投谁了。三二一，小明哥，五号淘汰，三六一 PK。我回来了也还在吃，你们为什么要投我？我投不了票，就你们俩投票，咱俩投票。现在有两个狼，但我们俩也只能投一个走。你要是狼的话，我就给摁水沟里去了。我不是狼，你别恐吓我，我真不是狼。我有一个很恐怖的想法，就是鲤鱼哥怎么就一点嫌疑没有，没人怀疑他的，为什么？小烟明狼，因为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嘴里还有半串呢，我在那嚼，他听了一清二楚，他现在跟我说我是狼。因为锦鱼哥刚刚在回来的时候确实咬了一堆回来的，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子的话，那小严这轮怀疑他确实有问题，但我觉得这轮怎么样都得先把小严出了，就是三二一投吧，你们俩，二一，我出去了，好，宣布吧，还剩下一个不爱吃小妖，我觉得妹妹可信，小贾怀疑，龚俊可能性大。因为你这个说不上的感觉，我们俩是互认过的身份的人，那就投公俊，不能出我大哥，出了就输了。嗯，行，那就出他，咱们输来。这是电视综艺哦，回来了也输了会很丢脸的哦。这么贴脸，不玩了。三二一，投票，全票出。好，俊俊淘汰。我们恭喜不爱吃小妖获胜。耶，黄鲫鱼啊，他是啊，赢了。你为什么就那么相信他？为什么？救我，救我，小明哥，小明哥，救我，小明哥，小明哥，救我，小明哥，救我。来，我们上大餐，大家边吃边聊了。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这个土豆一看就很软，香迷糊了，好好吃，这个好入啊。这里还有一道特意给大家准备的清爽又解腻的餐后特调饮品，特调饮品中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大家可以好好品尝下，然后说出里边有什么，谁猜对的最多，谁就可以获得额外一次验证机会。来，我们上。水啊，薄荷，冰，倡议，倡议肯定是真的。蜂蜜，草莓，草莓还是丹东大草莓。柠檬，奶，还有一个大家一直在说的，太空金珠 K56。好，我们里边一共有草莓、倡议、冰块、柠檬，当然我们倡议百分百里边。一样添加了太空菌株 K56， 张一凡猜中最多，获得一次验证机会。耶！天这么热，我还得再来一杯冰镇过的倡议，更好喝哦。这么解腻、这么好喝的倡议百分百，那让大家一起举个杯吧！倡议百分百 ，Yes。这句话真的，我真的我好难相信。我感觉亮哥应该会验自己吧，那我也验他就行了。贾乃亮的身份是。分身，我觉得这样吧，谁是啥不重要，不行我验验我自己。你是分身，不要，求你不要，别，够意思够意思。我现在已经很，我现在心就，你摸摸我脉搏，我现在真的不行了，不行，我真不行，不行。我的妈呀，他们不会验我了吧？你验了谁啊，亮哥？你按正常逻辑来讲，不是说不能说的吗？然后咱仨不赢了吗？通哥不得串通一下吗？
这样吧，我们俩要不把亮哥身份给报了吧？可以啊。行。3、2、1，分身。分身。嗯，我是分身。你俩谁验的？我们俩都验了他。你还能相信他呀？我的天哪！各位，我们将前往试炼的第二站，500年前的杏花村。走。亮亮，你验的是你自己吗？我没验我自己。我万一验我自己，我要试的话，我就废了。我咋演啊？演自己有点危险，万一真的是分身，他都不好演。对呀、啊，我就是活在一个糊涂里就完事儿了，就。他就算不是，也把他当作是。起码亮亮先投入一个安静。对，让咱也多说说。回来了。哎呦呵，盘丝洞来了。哎呀，徒儿保护好为师。我去探探虚实去。我的妈呀！蜘蛛啊，我就害怕这个。我去，有妖怪上不上？等会儿有人来了、哎！这么多妖怪！哎呀，快保护我！师傅，哎呀，师傅怎么能这样？你们不就想要吃师傅吗？师傅去吧，不行，猪肉更好吃，牺牲你一个人，猪肉幸福我们所有人。不，他们想要的会不会是紫霞仙子？小妖们，退下吧。拜拜。各位，杏花村在500年前是盘丝洞。当年孙悟空在加入西游队伍之前，在这里做过一阵子的闲散小妖。当年他提出的那套巡山动作至今都还在用，相信你们都还记得这套动作，所以试炼的第二关就是巡山。首先你们八个人四四分组，每组选出一位巡山首领，根据孙悟空指定的三个口号，我要巡山了，你今天过得好吗，松松筋骨吧，为对方队伍设计巡山动作。巡山队员需要完整复刻对方领队的动作，复刻成功即视为挑战成功。挑战共两轮，两队按表现分配3个验证名额。就选两个队长吧，先来黑白配吧。黑白配，你俩也太巧了，你俩就出去了。黑白配，小明哥来牵手成功。对啊，咱四个一家是吧？对啊，就是我们选一个队长到他们那儿，然后做出的动作他们做不到。你去吧，你去。人体极限，人体极限。有一个动作他们应该做不了。哇，就这个动作。那你去吧。高难度的，他们肯定做不了的。变身了，这个厉害。变形了都。哇，你还能这么走啊？倒着走啊？哇，厉害。好，踢这个吧。这个就我要巡山了，反正咱们就是鸳鸯枪马和是俩，他们那边也弄的是倍儿狠的动作。你们303不有好多那种特别妩媚的，然后那种女团的姿势，咱们就说你今天你过得好吗？那我们有一个那个，这可以啊，对，这个可以。小明哥会很擅长，会学的比你还媚啊。来，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云儿，哎，哎呦，哇哦！加油啊！哎呀，腿啊，哎呀，哎呀，老胳膊老腿。那个时候光拍上海滩了，形体课也没上。来，1、2、3，你今天过得好吗？哎呀！你自己觉得行吗？我做了。我坐了呀，坐下来了。这么努力还不算吗？这么努力啊，你那是栽了，你哪是坐了？不算，不标准。这不算呀，我这坐得挺好啊。还有夹子音，你今天过得好吗？得撒娇啊。好，这样吧，好吧，那我知道了，就是我稳稳坐下就算，对吧？好，讨厌。你今天过得好吗？来，那个范儿。你今天过得好吗？小贾肯定会这个，太简单了。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
可以。现在轮到小岩队出动作，来了，我要巡山了。碧莲，介绍一下，这是你哪首歌里边的动作？这是我主打歌的动作呀。主打歌叫什么 ？Get moving， yeah， yeah， get moving， get moving。快去跳啊！快去跳啊！快去跳啊！我平时就这样，我就不用学了。九鱼上，这个细节一定要学。二，什么玩意儿？二，你不用教那么仔细，浩翔。没事，他们有些细节学不到的。三，哦，这还这个呀？还单吐。四，这个还行啊。啊，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你还要说词儿啊？别忘了词儿还得说。我要转圈转圈，蒙圈了吧？转圈转圈。啊，对，寻，对，左脚左脚左脚。三。我要寻三，哇！这样，哎，这能过吗？开什么玩笑？看咱还哪跳错了？跳的军体拳是不？哪不对？少了一个细节，少了一个手。大老师来一个，大老师，对呀、啊，我要来了，我要开始，我要巡山了，我要巡山了啊！第一个动作是，第一个是怎么着来的？你需要提醒我第一个绕手，对，然后你再提醒我第二个嘛，抬脚，对，绕手，抬脚，然后转一圈，然后这个脚是这样的，对。你这手也没有打呀？啊，全忘。你这完了，我带你，啊。我的妈呀，让黄景瑜教我们跳舞。来，我要寻。哦，是这样的，寻。啊，寻。这是什么？三。哎呀，乐。没有少动作，对啊，有一个这个没做，回来他有一个磕脚，他也没做，对不对？咱这样啊，咱们忘记人情世故这一回事了，行走江湖，都互相帮衬。我跳的不对，但是我能帮严浩翔打歌。哎，严浩翔的新歌真的很时尚，他的舞蹈真的很浪，唱上歌里真的很棒，没有人专辑比他更奔放。加入木尾一定要听，哦，这还卖出去吗？我天！第二轮来吧，来掰头，你们先来。你往这边让我们哥哥看一眼。不是，开始了。对，这样了。松松筋骨吧。再提问，你刚刚弄衣服和提眼镜算不算？你先别管，我们不回答。别管，我们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学的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意思？我们在这玩什么？你知不知道？努力解决了，是不是玩什么？放开他！你也给我过来！怎么回事？玩的是啥？知不知道？哎，就算都算上，你们来做，你试试呀、啊。好，我挑战。哎，我想想啊，摸了肩膀，然后开始，松松筋骨吧。有吧？错！你是裁判还是你是裁判？你只注意点，你点身体不好，对你对对手身体不好。你点身体不好，真错的，真错，有点真错。哎，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是我要巡山了啊，开始了。我要巡山了。我要巡山。还得起来，直播。哎，漂亮，请开始。我听到了小明哥潜台词，我行。他这是童子功对吧？作为男人，可不可以让人拖着腰做这几下？小严刚刚那也是童子功啊。对啊，人也童子功啊。那不是，那是后天练的。
我开始挑战。好，绝杀你们。好，真的假的？等会儿，等一下，等一下，小贾，等一下，你的方式不对，手是从上面过去的，手是这么过去的。我们你们的高都告诉你，你先下去下。我可以扶你下去。好，你扶我下去。自己上来，好不好？好，你自己上来，我拽着你下去啊。行，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说词儿，走十步，十步，十步。哇，要寻山，你再走，往前走，你再走，山，你再走，往前走，走了，走了，人走了，没动啊，自己起，起，你自己起，没起来，没起来，没起来，这太难了。我们放弃吧，我觉得真的，小明哥不试一试吗？我才46岁，你这后半生还怎么办呢？别这样，别这样，万一不行，我也可以试一下，没关系。别不，你们非得拦着我，那我也没办法。对对对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确实能做到，可以，我真的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但是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对，那你们拦着我就不试了啊！对对。根据刚刚两队的表现，小严队可以获得2个验证名额，张一凡队获得1个验证名额。这样吧，我们要不然就大家商量好，就是分享，我们四个分享，四个分享，谁去都行。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赢了一个。石头剪刀布，好。哎，我怎么老输啊？我想做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去行不行？你去，要不然让大老师去吧。大老师容易说实话。什么线索？我是啥也没有，我只能任你宰割。我是分身，我验你了，你也是分身。哎呦我的天！好，我是分身，你也是分身，咱俩一伙的呗。嗯，行，这事成了。成。我会当分身玩。这是几个人的挑战呀？Hello，Hello， 可以挑战吗？可以，三个人。三个人的游戏啊？哦。那你去下边就往后看看。为啥？你得过线索了。我先来个。你有个线索了，我们仨没线索的人来吧。哼，那我去后面。那我们三个人来吧。好，三人成一，你们完成动作并找个人坐下，坚持3秒才算成功。你们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正式开始游戏。哎，这个好像没什么难度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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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试一下吧，你们脚怎么放的？教一下我们吧。右脚，右脚，右脚。对，咱互相往后躺着。咱互相手上使点劲儿，给扶着对方。我盘腿上，你腿伸出来，腿伸出来。去，腰别折了。二，走。现在行，等会儿都起来，起来，我脚有点紧。我脚有点紧，起来。我脚是拧的，为什么？你们一松劲儿就全垮我身上。哎，就3秒钟嘛，咱们撑一下嘛。撑不住，你构架不稳，那一上来你就倒了。咱们试一下。你是往后躺，你不是往他那个方向倾斜。这样，对对对对对，行行，来试一下啊，咱仨人腿一定要绷上劲儿，绷上来，一二走，走。呀，这上哪去了？怎么？你躺了不行？他都躺地上去了，他没在我腿上。这是一个放心游戏，对，一定要让对方躺你腿上。咱再试一下，一个躺一个。啊，这样对不对啊？对对对，咱贴近点，贴近点，来。对，一定要互相吃上劲，互相吃上劲。咱手也给点劲啊。好，咱先报警，咱先报警。走，你走。哎，等一下，你靠，你坐，坐，不对，坐，不对，坐，坐，坐好，坐，坐，坐好，一、二、三，好，好，耶！哎呦，我的胯，我的老腰啊，我，反正坐了就完事儿了嘛。我们这边呢也是有奖励的，5个掷，3个人自行分配。5个积分啊。那石头剪刀布呗，输的那个人拿1个。什么？又石头剪刀布？那这个最公平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来我俩石头剪刀布。好好，我拿一个，我拿一个，我俩一人拿俩。好嘞，好嘞，有2个了，谢谢。欢迎下次光临。谢谢大老师，这里可以做任务吗？咱们比哈哈吧，咱们现在应该没人乐得出来了。那哈要4个人，再哈一个。你带工具去玩哈哈，走哈哈去嘛，哈哈特别简单。哎，你要不要转智了？行，走吧。又来比哈哈了。你先告诉我一下怎么玩。这2个人面对面这样子，我说哈，你说哈哈，我说哈哈哈，你说哈哈哈哈哈，谁先说错，要么谁先笑谁就输了。好，开始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后来你少说了一个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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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没笑了，确实笑得有点太大声了，不能笑。谁说的？没说过好不好？确实说了，说了说了。哼，不玩了，走，咱俩去玩。玩啥？玩后面的，玩后面的去。来吧，大老师，说我们俩了。开始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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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哇，你果然是哈人，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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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贴在脸上啊。好，这是挑战吗？是的。那他俩在玩，那我俩玩一下呗。好，小你来，咱俩玩这个。哎，那咱们能不能先玩五人的？五人是不是给的多呀？对啊，一二三四五。那你是咋一个人？你怎么又把我踢一个？别踢别人了，我跟他玩一把。好了，你走了吧。我俩一人玩一轮。起来。好。那不然我们这三个人再刷一次，这个还能刷吗？能啊，可以。小贾挺住就行，就把腿放对方屁股底下就好了啊。往哪边倒？放心，往后躺。往后倒，往后倒。放心，往后躺。来，一二，走。哎，快下来吧，快来，给给给，快来。等一下。一。啊！撑住了三下了啊！撑住了三下了，三秒就撑住了。撑住了，那像刚才一样，五个。哎，你们几个人啊？我们现在三个人，陪我玩一遍吧。我才俩，没有四个人游戏吗？有五个人的游戏，再少个人，咱老师，咱去五个人游戏吧。太棒了，走走。这是挑战吗？啊，来吧。我讲一下游戏规则哈。我们这儿呢是一个成语游戏，我们四个同时说一个四字成语，然后我们每个人分别说其中一个字儿，然后你们通过抢答来猜正确的成语，最后猜出成语次数最多的人获胜。行，你们本身会带着新疆口音说话吗？不会吧？不会，不会，非常标准，不会，不会。好，来来，三二一，猜。什么？你说啥？我喜怒哀乐。错，能再说一次吗？你们再来一次啊！好好，第二遍哈，注意听，三二一，起！我根本听不清楚。奋发向前，发，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了，我对了，哦，我只是对你们一个祝愿而已啊。好，第二个了哈，三二一，圆，团团圆圆，炎黄子孙，错。台人广进，对对对的对的，不是奥斯拉，奥斯拉，马文，门乌达努斯格贝，三二一，成，马到成功，龙马精神，对的对的，我们选的成语全都是那么简单的吗？来来，加点难度，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太容易了。
没要不要我不是是不是是给门卫子这是什么、哎、好的好的好、哦、这个游戏还要再商量啊三二一加加加油启示合家团圆合家团圆不对不是现在加减乘除不对那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第二遍哈三二一加加套加加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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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套加五加套要不然就下一个吧好不好下一个咱们就说难度不用加这么大就是感觉再也猜不出来了没有没有加难度没有难度哈啊对哎，咱们分工，咱一人敬一个，咱们再出来对字儿，要不然他们一起说就看不出来。但这是个人赛哦，最后赢的只有一个人。没事儿，我们就合作了。好，来。好，三二一，天。你是什么字儿？我是天，你是什么字儿？我听见一个天。您什么？您是什么字儿？差。他，你是什么字？天下地别。我听这个千还是个七？千里之外。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好，再说一次吧，来，来的来自，我盯住了，我盯住了。三二一，锦绣前程，繁花似锦。电话，他说是画，我感觉他说是画。上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对对对对。我先说的啊，对，这是小明哥先说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三二一，中。众，众里寻他，众。刮就刮，啊？不对，不对。再来一个。第二遍哈，三二一，成。马到成功，功成名就。对对对，对你猜对了。小贾老师赢了。哎呀，功成名就啊！我怎么给我刮出来呀、啊？我也是那个刮。几个？我们要分的呀。没分，谁跟你分啊？这是我个人战。哎，不能抢的，不能抢吧？给不给分？不能抢吧？给不给分？等一下，什么？等一下他。哎呀，他抢、啊！他抢你智。你七个了吗？哎，那有人敲了，俩人了，没必要做了。那就这吧。哎呀，咱俩真有线索了。鼓槌呢？那儿呢？哎呀！鼓槌呢？两位现在可以去城墙上得到验证机会了。我知道他的撒谎，不知道自己是啥没用啊。那我问问自己吧。好，你的身份是分身。你小点声。你的身份是分身。我是分身。黄景瑜，你验了啥呀？我现在验完了之后，但你们有人要跟我分享吗？我跟你分享，我跟你分享啊！不能这么大张旗鼓说呀、啊！我绝对真诚的跟你分享，绝对真诚，绝不撒谎撂屁儿。来，我验亮哥，他撒谎，他就是分身，他非说自己是真身。我验小燕，小燕也撒谎，他分身，对，他非说自己真身。你是啥？不知道。没有人问我，你是啥？我也没验自己，我只验一次。走。来呀呵，白龙马干掉他们，是要打的吗？看起来不是有消息的人，这应该是个有消息的吧？砸的绿核桃，有消息吗？哥俩，就砸核桃啊？会说话不？这不用看啊，这有啥好看的？换一下。你真了不得！哎，哎呦呵，给我瞅瞅，哎，他找到消息了，想看吗？想看。那不要先吓我、啊。不吱声，不吱声。好好好。什么嘴碎画面？那嘴人，然后呢？没了，没了。是啥呀、啊？没了，就是秘密、啊。有线索吗？有消息吗？你们这有消息吗？这个盘丝洞，这是谁跳舞是吧？那我就不参与了。哥，我为啥觉得咱俩是一伙儿的？啊？怎么讲？这感觉冥冥之中的感觉。你自己验自己了吧？没验自己。这样，
你不管是啥，咱们俩珠联合璧，对，别人不敢砸我们。对，对面是假的拿票，那假的上去挡；真的拿票就真的上去挡。对啊，对面是对你是啥？对面的真是拿，因为我是真身。那您俩为啥要在一起？因为我现在没票，我现在跟他要合作。你假的，你跟他真的玩啥玩？他那贴着我呀。因为真身不止我一个。我严重怀疑啊，我们是两版《西游记》，什么意思啊？师徒四人是一伙，剩下这些妖精是，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这不是。要不然你快去吧。不是，如果是两版《西游记》的话，那两个就是合理的。啊？那咱仨验一下，拿个瓢，谁拿？你们信得过我，那你们让我拿；你们信不过我，那你们拿，我信你们。里边有人啊？谁呀？大老师。别冲这儿来，冲这儿来！我现在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小明哥是谁敲的？我跟你说，小明哥敲了他，小贾让他淘汰了。龚俊敲小贾，敲小贾淘汰了。其实他们俩都是那个分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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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身。小贾应该是分身呀，因为只要是攻击者就会被淘汰啊。哎呦，别别别，我又不打你们，你老冷启动，算你比较聪明。哎，那个小严，你是真身是吧？我是真身啊。你想敲谁过来？我想敲那两个。不是，小贾现在是摆明了分身，你为啥不敲他们？我现在不敲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有一个瓢，你们每个人都有瓢，我把你们敲淘汰一个之后，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来敲我了，我得有一个反制手段啊。各位，我们又开放了两处线索点，可以得知身份线索。有线索啊！啊，我不想跟你分开。那走啊！哥，你过来，我不会敲你，你过来。你是那个真身对吧？我是。你是什么？我是分身，我肯定是分身。但是他们现在都信我是真身，无所谓。那你就不吓我，你就咣，你砸了。哈哈哈！这贼谨慎现在。吓死我！我生怕你们从哪儿蹦出来，给我一瓢崩了。老师，给你拿，他进来了。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看看。我现在在这个安全区里，不能打我。我不动，我看。对，没事，人家黄景瑜不是那种人，只有小贾是，小贾是这种人。我保护你。你保护我，你干嘛这样看我？我这样子啊，我把后背保护你。这个东西去踏，蒙上眼睛，这不出圈50步你就赢了。我来，这多简单。我都站在上面了。你没蒙眼睛，去开。气死我！这就算一步吗？原地踏步就成。我会数数的。我跟你讲，就偷偷讲句话，不砸你，瓢给你拿着，你都还我。去吧，我这有点砸。对，我就去把它挑起来。所有挑战者要出去，可以到外围去寻找线索。对，只有你能砸。来，出去，出去，所有人都要出去。不行，找不到那个 timing。开始。玩游戏呢？你完了，你被淘汰了。做任务也可以打。那谁刚才说这是安全圈？大老师说的。黄景瑜淘汰。张一凡，刚才谁给你出的招？小贾啊。来，这打他，惯他毛病。给我站！不是啊，给我站住！站住！怎么还有这样？打他！敲他！你还有瓢是吧？瓢瓢瓢！打他！我跟你说，这样我剪出来我不好看的。哎，你看那什么？你别把自己晃了，我天！来吧，你给我，这不好发挥。好，不好发挥，这声东击西你不懂。干啥去？你太累了。哥，你这个给我借我一下呗。我不打脸。哎，这面具和这个贝雷帽还挺配的。大象怕什么？哎，没有用啊！哎，完了，给我还给我，小叶紫檀的，快！谁打谁了？没打着，我绝对打着了。没有，他打的是串儿，回放一下。
哎，要不咱们接下来玩把投票，咱希望谁赢，咱就投谁赢，好不好？看什么回放？我看那边费那劲呢，咱投票好不好？来，我们所有人到城门给大家结果。我觉得这样，大家一块儿验评判吧。串儿啊，完全在串儿上啊。亮哥，哎，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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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要不说谁，只有我能玩得了这个串儿。哈哈哈哈！恭喜今天最终的获胜者，亮哥！大家都不相信我，以后你们玩真的假的，就是可以直接把我去掉，给我拿块瓜子，我在旁边刻一刻，先把我淘汰掉。但是严浩翔该说不说啊，就冲这份信任，他信你是真身吗？那他信的也是不对的呀。我告诉他我是真身，但是我知道他是假身。对啊，那你也告诉他你是真身，那你们俩都互相骗了呀，你哪个是真诚的？你们俩哪个是真诚的？你说。我告诉他我是假的呀，所以我俩扯平了嘛。谁跟你扯平了？你没跟我扯平吗？我告诉你是假的。对啊，我也告诉你我是假的。是真的。那你也告诉我你是真的、啊。所以严浩翔不能那什么。那啥，对，反正好玩，头脑风暴，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一凡呢也是第二次过来我们集挑，今天也没什么松的给作为哥哥的，那这就串儿，108颗，今天帮我挡一道。这串也给他。谢谢亮哥。别客气，挂家里啊。保佑一生平安，回去抹点油什么的啊。好，就你可以这样，在这手在脖子皮的这块啊，蹭一蹭什么。哎，一凡，你为啥要砸人啊？我就想把他干掉。你为啥要干掉我呀？因为你太猛了。我打过谁啊？你是小贾的傀儡。你在利用我。我跟一凡说，我说一会儿就是他戴眼罩，说玩游戏的时候把他砸了。一凡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其实我也确实有这个想法，就是早点把景瑜哥淘汰。你把黄景瑜给灭了，我老开心了，真的。小贾玩得好，真的。小贾借刀杀人。小贾是厉害的，玩完了想打他，你知道吗？对，他就是欠。呀！悟空，最终你的分身战胜了真身，替你做出了成佛的决定。孙悟空真正成为斗战胜佛，并非是斩断、抛弃与世俗相关的一切，而是拥有并且承认一切的合理性。接受唐僧的固执与愚善，接受八戒的好色与贪婪，接受沙僧的中庸与普通，接受紫霞的偏执与矛盾，接受每个人的不同和缺点。生命中一切经历过的事情、遇见的人、会心领会过的景色，都会永久住进你的心魂，雕琢你，塑造你，锤炼你，融入你，而成为你。各位，今天你们穿梭在500年之间，目睹了时光的流转与现实的变迁，也感受到了邺城杏花村里醇厚的风土人情，品尝了邺城美食与甘醇香甜的瓜果。而西提亚迷城中的西游主题园会，是对西游过往里你们共同记忆的捕捉与重现。无心江，西游之韵难觅，西游传奇早已深深镌刻在新疆的每一方土壤里，成为大家永恒的记忆。极限挑战，一往无前。